猜一下、哎，我要给你什么东西？好吃的。噔噔噔噔。哎，全年级一等奖啊！生物。哎，可以哦。哎，这样子，那必须要奖励。哎呀，好重好重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乐乐的最爱，每人一个啦。哎，还有遥控器，还能遥控的吗？这还有电机耶，它还可以下载这个 APP 用手机遥控的。哎，我这里是用电动遥控的耶。那我们一起频道比赛怎么样？谁呀？这我的军队，这是我的。嗯。先来装下这个驱动部分。但是按上去就没声音了。兰兰，嗯，你这个拼了多少了呀？现在底部呢已经拼了差不多了。这里呢是个控制台，这个是油门。这是左，这是右，然后这里呢就是插那个炮塔。星星，你变得怎么样了？履带已经拼好了，然后车体也马上要封闭。它关脆点。好脏。你看，爸爸也来找零件了啊！找那个零件要快一点。哎，不对呀，是又找错了吗？你拼，我找错了，是拼错了，乐乐。还是拼错了？拼错了，我还以为是我找错了，我就帮乐乐找，然后爸爸就帮西西找，找零件。现在来试一下这遥控。啊，这个齿轮好像是，我猜它应该是用来转炮台的。很明显吗？现在来动一下这坦克。哎，哇，它还可以转弯的。它哪里转弯的呀？一个前一个转吗？也会像爪子一样东西。之后估计需要装这个散热器吧。继续拼，继续拼！爸爸找了一件，然后乐乐就来拼啦。现在拼好的这一个，现在这些大概的零件，差不多就拼好了啊。这么多履带，哇，多吧，都是要拼成一个履带的。就它这个安上去，还要试一下遥控吧。哎，它这个还可以用手机下载 APP 来遥控的吗？哎，选好，选你那个型号。坦克。就是这个坦克。哦，这里是控制的是吧？嗯，先把它开一下。这里就是可以编程的，编好呢，它可以按照你的路线来走。让你编一下啊、哦。试一下，西西。就是乐乐的坦克了，这个呢就是他坦克的发动机，放在这里。副驾驶这里放个士兵，然后再放一个驾驶员。接下来呢就要拼这个炮台，拼完炮台，这个坦克的静态版就拼好了。要动态版的话，只要把这发动机一拆，安上真正的发动机就可以了。这个引擎上个盖，再封个顶。真不错啊。对，接下来就开始拼炮台了。接下来装下炮弹。要酷是吧？对啊，那么多炮弹。继续拼，继续拼，爸爸找零件，然后乐乐就来拼啦。现在这些大概的零件差不多就拼好了啊。动态版终于拼完了。现在静态版呢就拼完了，现在我要把假的发动机拿出来，再把真的发动机放进去。现在西西在组装这个发动机。驾驶。现在来测试一下这马达。现在没什么问题，把履带装下。这样子装。我操！后台装回去。哎，可以。
现在已经拼好了，他们两个要一比高下，你们觉得可以谁可以呢？肯定是我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三，开始，看谁的比较快，能到终点。我们终点就是那一条坝那里啊。哎，差不多向下哦。现在是西西的快一点，西西的快一点。乐乐的紧跟其后。那我前面那个这个草，这个草给它拔，那个草给它拔掉，快点！啊，对，这个草给它拔掉，给绊住了。乐乐也是，乐乐那个也是被那个草绊掉了。前面这个呢？嗯，好，现在西西已经冲到前面了。嗯，怎么发炮的？瞄准，瞄准，瞄准吗？我去。嗯，要往那边走。在那了。还是好多草拉住他的腿啊。拉住他的腿，拔点草。嗯，你再把他那个草清理清理，快点，还有一点点了，现在还有一点点距离就可以往到拆到前面了。这拉你的，快点走啊！那个西西的好像是被草绊住了，西西。啊，怎么你要转过来打啊？哎，好难啊！能不能用手给他弄一下？刚才有草，赶紧放走。这里给它卡住了。太多草了，那个草卡住了。我们那个草坪那个草太多了，杂草太多了。嗯。OK。哎，已经追到了，追到西西。哎，要差一点点，那还是西西的先赢了一步啊。乐乐，你就差一点点就可以追上了。西西赢了。准备开始。哎。那个的快一点，你的坦克为什么还要转啊？往前走了，马上就要到那个终点了，是吧？嗯，西西，你的走快点啊，西西！走！这个小朋友看得好开心。撞啊！好，乐乐的胜，乐乐赢了。